咱们修慢一点，不着急，又不赶时间，慢点修。以你们的感受为标准，不是以我的快慢为标准，知道吧？来，你看，就是这儿。就是这个东西，不顶了吧？嗯，是不是舒服了？感觉怎么样？有感觉没？修的时候没有？没有。你这个疼了几天？这个疼两三天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跟那个里面以前你做手术的完全不一样？这指甲都起掉了。那对呀，你看就是这块儿啊，就是这儿，哎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看我这样修进去之后，这是个圆弧形的，没有给你留东西，里面也是干干净净，有没有划伤你？看到没？我修的是圆弧形的，看到没？这不像你们剪的。它就以后不会留。